这辈子我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？啊？没有啊。你还装啊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货！北冰，你到底怎么？我真的没有啊。你在装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啊？大哥，你评评理，你评评理啊！这是什么？哇塞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尺度好看啊！你还能套干嘛？说什么了？气什么呢？他工作。是，这一看就知道是你蒙骗。你蒙骗。装得到蛮像，这不要脸的货！干嘛笑啊？骂人家笑场，笑场！这个光光晚上，哎，我出来啊！大家好，今天一看就知道，今天要跟讲一些跟照片上有关系的，就是这些照片为什么男人都要误会我？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来，首先我们欢迎灭火器这个啊，这个不得了了啊！金曲奖，金曲奖，大家好，11月5号。晚上7点在桃园国际棒球场举行棒球场万人演唱会，9月11号全家开始卖票，没错，这大家赶快买哦，因为这个很快就客满了。对，希望是不是？我乐观一点，我乐观一点。棒球场万人演唱会就是你们是在棒球场那边搭舞台，对，然后大家就在看台上听，他们可以踏到这个，这也是台湾的第一次，可以踩在红土上。哦，这才有意义嘛，不然的话，对不对？怕被揍还是怎样？一定要隔大家那么远，隔那么远，其实就有点疏离。那所以说，球场里面是摇滚区，对，看台还有，对，看台还有。那球外野呢？外野就不用了，外野就是舞台嘛。哦，你从外野唱进来，外野那个方向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外野有观众搞不好坐不满，难看。对，这是比较对不对？这是事实啦，对，还要小心一点。那你们如果开四面台，可能要装到50,000人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。没有关系嘛，就是总有气啊，客气，不要那么悲观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临界的朋友会来听的。在那个11月5号晚上7点。就9月11号开始，全家就卖票，希望大家赶快去买票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是的，好，今天我们要讲那个令人误会的照片。首先，张立东，你有什么照片被人家误会？哦，这个算是我朋友让我误会了。哎呦，因为有一天晚上，我就问我朋友说你在干嘛，他就说他在跟他女朋友，然后他就说舒服 ing， 然后他就传给我一个照片，是这样。哇，哎呀，什么？我就说。不是你太大方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分享你女朋友？我跟女朋友还白虎啊？不是啦。就后来流行啊，最近。后来秋寒，只有你会想到那一点，我们都觉得惊讶。你想到白虎，你那是进阶了，进阶了，想很快。然后呢？后来他说，他就打电话来骂我，他说你白痴哦，他说他是在泡脚。哦。但这个是那个是找那个什么泡脚那个桶子。盆子，然后他是在泡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看还是很像，就是对，暗暗的那种昏黄的灯光下面，可能就刚好就出神。这个看到确实会吓一跳。对啊，吓死啊！我想说，他有那么大方吗？我们要给最聪明的看，小静，这是什么？是脚。你怎么了？你还好？是另外的，就是我po了一张照片，我都说我们家终于有喜气的红沙发了。然后呢，一po完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在下面留言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在家里露下体？你知道你妹在你后面她很火吗？”啊，就那个是我妹的脚，然后但是很像，有点像的。这是很恶心哎，但有点小哎。没有，刚好，因为她的脚也是小小。你这张照片我给你小小的，这样装大。没有啦，就刚好。是是是，不是他那个是外痔，哦，好恶心。这么长的外痔，多长了？对啊对啊，就容易被误会。大正有什么照片给我们看？哦，就是去年那个Lamigo封王的时候，我们冲下去倒香槟嘛。对。结果就被捕捉到这个，因为我跟那个Lamigirls打招呼，结果回来以后，我的朋友就说。你是鲁夫吗？对啊，橡皮手。对。哇哦。哦。手变好像。哦，看起来好长哦，而且还可以这样。对对对。还可以这样。鲁夫。鲁夫。刚好。手接手。对对对对对。OK。所以这是一个凑巧的照片。是是是。这张照片很值得留念。对，非常值得留念。靖远。哎，是是。你有什么照？哇塞，靖远。这个这个。我头位好重哦。靖远，你看你都吓到。发生什么事？哎，他这个有加工过吧？这个蛮猛。知道，这是我女性友人某天深夜，女性友人有这个，吓坏了，吓坏了。那时候想，哎，那我要怎么回？
对啊。结果他后来跟我说，这是网络上看到的照片，他其实是三只猪啊。啊，是小猪，小猪的头跟耳朵。哦，比较抢不到了。哦，我以为是根茎类的，根茎类的。其实这个看到的时候会吓到，真的吓。为什么中间那只猪会爆茎啊？猪有那么瘦吗？不是猪尾巴，小猪比较健壮一点，比较健壮。像那个猪的尾部有点像乌龟耳。这张很猛，真的很猛，这张超猛。那他传给你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不是一阵兴奋？就想你想干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而且在机会来了，这样在机欧了，搞半天是被骂猪，三只猪。好了，两大一小。接下来我们来评评理了啊，就是看看这些照片，它是在场的五位哦，每一个都被误会的照片。首先第一张，哦，哎呦，这屁股哎。这个就是要被误会的啊！这个能不误会吗？这有屁股！哇塞，这是拉拉，这什么？你泡汤不露屁股，露什么？谁会露屁股？拉拉，拉拉，你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我是右边。他是右边的，这个右边，这个很明显。你这个就泡个汤而已嘛？没有，泡汤都会用浴巾盖着啊。没有啊，就女女汤啊，为什么要泡浴？你现在到日本去工作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他的标题是什么？温泉旅馆两破一时，系列。哇塞，你这个温泉，你怎样？你登这个是这样？我只是泡个温泉而已啊。对啊。然后呢？网友就说你根本就是已经去日本拍三级片了吧？我们不叫三级，我们叫 AV。A V 三级片是啊，以前香港才有，我们是 A， 这是 A V， 左边那个也是我们这谁这异界的朋友吗？这是我的好朋友。那不大家来的两个这样现场，你来我一张就准备好，现场重现。拍的是谁啊？哦，抓到了。这张的男的厉害了，没有我们拍的是那个那部戏这个自拍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拍的是那部戏的男主角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就是女，他是老板，没有啦，都女生，你们误会了，这边很多人，这边有导演、摄影师，还有摄影。瞎就得耍，你偷这张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说泡温泉皮肤会很好。还是说我的屁股很圆，一起舒服一下。哎，你这样腰这样更容易误会啊！等我一下，我去脱衣服。其实这一张哦，这张真正厉害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泡温泉也不会拍这种照片啊。透过去，屁股好翘。这个 OK， 请问一下你们五位敢这样拍的，请举手。我敢，但是我不敢露屁股。其实你不用，没关系。健康啊！你们敢吗？这样？拉拉，平常屁股是不会露到啦，顶多就是可能前面。你没擦的。屁股蛋跟什么东西？你是整颗屁股哎！我整颗屁股，因为我泡温泉啊。可是你没事，没有泡温泉就露半颗屁股哎。拉拉怎么这么清楚？娜平常是这样，他PO的都是这样。我跟他出去，他都很夸张。哪里有你们乱讲？白天敢拍这个？工作会，可是我自己平常拍温泉我不敢，而且他腿还张开。对啊，那个腿张开很夸张哎。这样子。喂。整个都有泡到了。正常了。不是，张开下面有个，所以你摄影师是假拍的。我下面有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五位男性，这张照片觉得很过分的。蛮厉害的，很厉害，我觉得很美啊，很厉害，厉害，我觉得是厉害。看到如果你女朋友拍这样PO在网上，你们会没有反应吗？会叫她把照片删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女朋友啊。你上封面那么多次，你凭什么叫人家删照片？对吗？我上封面也不会露屁股啊，因为没人要拍啊。你骗人啊！不是，就是你基于男朋友道理，可是你不会用一个美的角度去看，哇，我女朋友超正。没有，今天如果是一个作品。如果他是登在什么什么一个杂志的，那我们就觉得 OK 啊。可是私底下就不需要分享给大家看吧。立冬，你上次不是有被脱裤子吗？哦，你说被啊？对啊，对。那是作品啊，作品。恶心。一脱棚裤就吐了。对。皮皮，你觉得？如果是女朋友，应该下面会切掉，这才到这里可以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到这里可以。这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转正面，这样不行。这现在可以看吗？不行了，看
么？曲哥，如果你老婆这样，你给不行啦。对，这他，这他的水水观众不行。小珍，对，小珍啊，我呢，那水位可能会再高一点。小珍可能会蛮凶，很强。没有，我是讲实话的。OK， 你还有什么照片被人家？这有被检举吗？这有被检举，而且还被那个加藤鹰的网站拿去用。哇，加藤鹰，所以加藤鹰在旁边讲的。可是你们这照片是真的工作吗？还是？就是纯泡汤啊，纯泡汤出去玩，哦，出去玩，纯舒服，纯舒服，加藤鹰不是更舒服？哦，对啊，你还有什么照？被这张被检举，这张有什么？哟，这怎么好检举？这还好啊，这检举，这还好啊。因为我就想说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当女警嘛，然后我生日派对的时候就是女警，这是女警。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有哪一国的女子，有一点微情色的 AV， 对，有一点情色。对对，你手上握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棒子，肉色。不是啊，就是那个棒子啊，指挥交通那种棒子。哦，对啊，鞭打。哦，那是你自己的手了，这样子。这为什么要检举？为什么拍这张？因为就是生日派对。派对。讲错，其实 party 要讲派对，派对就是太硬了。是这样，对啊。但这张检举在哪里？这两张，这一张是剩虾米啦。这张还好啊。他检举的点是说我有点违反那种女警的那种。哦，制服不能乱穿，太淫荡了。等一下，问题是这个你这上面没有阶级，也不是你不要说没有女警穿这个颜色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讲她是那个公车小姐啊。大楼管理员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大楼管理员就蓝色的车了啦，我的每个月给小费都给不完的，每天回家都给小费，哎，回来了。因为我爸给我打，我今天是一日女警 B B B， 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正义魔人啦。两张比起来，那张根本没什么好检举，那张我们是看一看就过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检举而检举，这样的真的非常无聊。是，爱看又要骂，爱看又要叫，那你就不要看。对。我们现在情绪也不行了。哎，那请问一下，那这种照片，如果你亲朋好友之类的看到，会讲你吗？其实会讲啊。讲什么呢？过年过节回家，他们说你都三十几了。对啊，干嘛不转正面？都三十几了，还在背面。正面能量。侧面啊，我会慢慢的走过来，好不好？哦。好味的 ，OK， 所以说亲友还是会觉得，对啊，他会觉得说我尺度有点大，而且我住南部，他们比较保守，就是想说为什么都要这样子卖肉啊，卖弄性感，也不要这样讲，这个是造福人群。那另外一半有意见吗？目前没有另外一半的意见。哦，又没了，没有一阵子了。哦 ，OK， 那就转正面了嘛，气死他了。哦，好了，这是第一张，第二位，这个就恐怖了。哇！哎呦！好，这样比起来我很逊呢。对，不会，你很逊。不会啊，很不错啊。不是，我这样状态是打说怎么办？我觉得痛痛的，但是因为我晒伤。晒伤。有没有看我？不是，你有看我身上有那个晒痕两条吗？头痛吗？不是，是我身体晒伤很痛。我以为是你挤的。感觉好像很挤，大家觉得就是我没有穿衣服，然后说你哪里痛痛，我是怎么了吗？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回复这样子。这也是你自拍吗？我自拍啊。你用哪一只手拍的？也是一样自拍倒数。有吗？有。对啦。自拍倒数，就放在那边哦，然后再就定位这样子。这个照片其实你痛痛的，我们痛的重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其实你上面只要卡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下面可以往下走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是身体晒伤。是，这里晒伤。对啊，很明显啊，那个比基尼线有吧？这不像，可能被过敏的那种，有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那就要看的人怎么想。这种有点像在揪了，而且你这因为你这个是在饭店里吗？那是我家。你家？你住饭店里？对啊。不是饭店，那是我房间。他家住饭店，住饭店嘛，对。那是我房间的浴室。你这个太像。哎，认为这张有在揪的意图的，请举手。揪什么？揪什么？揪什么？大正，不要看傻了，还流口水。这个真的还好吧？我宕机了。宕机。哦，那
这张是为什么晒成这样？那时候在海边就是工作，然后晒了一个下午，所以晒伤。那大家反应是什么？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配合我打的时候，我觉得痛痛的，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为什么痛痛的，是有哪里痛？对啊，哪里痛？需要我帮你吗？有多痛？对，就是这种很奇怪的回复。要不要止痛？是你留言的吧？你怎么那么熟啊？你有账户借我？好，什么我的账户？我就可以留言。我现在不方便，好吧？那这个有被检举？这个有啊。那我觉得到底要检举什么？那你有拿下来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他检举，你可以就是选择你要不要同意拿下来。嗯。那我觉得这又没什么，我干嘛要拿下来？我也没有露点，也没有露下面啊。这是多久以前？哦，蛮久的。蛮久的。嗯，应该有一两年。难怪哦，那时候那个哦，跟现在不太一样大。那边啊，东西拿什么？锁骨。哦，哎，现在最近身材比较好了。有啊，我刚一来的时候，曲哥一看，我说，哎，你胸部变大了。哎，你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我一直关心这个，话又对了。没有，就是变胖。没关系啊，老情人无所谓。其实你黑的有点好看，你真的吗？你前阵太瘦了啊。曲哥喜欢就好。这什么？你这样我们都会误会哦。那老情人有什么好误会的？下一张，这张也是被。检举了，这个可能要近一点看，就是这个衣服，近一点看，不是太近，因为这个比较小张，这衣服这边有两个点，但是是因为衣服它很合身，你的脸怎么那么垂啊？不是，那就不是我的脸，那不是我的脸，我这个角度问题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不是，那我不是，这不是我的脸，这是衣服，然后穿内衣吗？你大了哦，我那个有穿。穿衣服，然后大家就说，哎，你露点还是干嘛？但重点是还有人说，就是你露点，然后你很不好啊，你就是随便啊，你就是靠露点啊换到工作还是男人什么的。但我想讲的是，我就算鸡突又怎么样？你有奶头我也有啊，都是器官啊，不是很奇怪？赞同赞同。在台湾，就是女生可能不穿内衣就会被讲说，哎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？但是在国外不会这样，奶头需要呼吸的，哎，没错。对，我们刚上张看到你很大量在呼吸，胡说甩面，所以那张也被检举。对，那张有点像最近讲的色情的宝可梦。哦。哦。真的吗？有一点那个感觉，边缘呢。那今天有穿内衣吗？有啊。那干嘛穿内衣？不是要呼吸吗？因为要集中一点啊。哦。其实今天要给曲哥看啊。对，要给曲哥。好久不见。好久。他看脸。是谁？怎么笑成这样？那为什么穿拍这张写真？哦，这个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之前有拍一个杂志，然后那个杂志大概是六七年前拍到两三年前，就拍了两三次。然后后来前一阵子就很多人就是私信我跟打给我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这是六年前的照片，等一下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去拍写真集哦，我说没有啊，结果是就是有那个厂商，他就直接把我的照片集结成册，自己出成一本杂志，就我根本就没有出这一本，然后他自己这样拿去用。这本书是有盈利的吗？有盈利的，有卖啊。他那个舞弄真心啊，但那个小刚最后那一张也很真。哇，哇塞，这张你完全不知道？这一本我不知道。哇塞，这一本你完全不知道？我完全不知道，他就被贩售，因为我那时候是拍杂志，可能拍个两三张，但是他把那整组的照片拿去用。哦，就是他这个当初没有用，后来拿出来用，是不是同一个摄影师？应该是同一个摄影师。那他应该有这个照片的所有权。一定是。可是他杂志是不同名字，这样子也没通知，写这么多年前的照片，我觉得还是蛮过分的。你这些照片会有一些人酸言酸语吗？酸言酸语是有啊，就当没看到啊，因为不管做什么，我个人感觉都蛮好看的、啊。酸什么呢？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酸，有人就觉得说你爱露，你故意的，你干嘛要这样子？他是嫉妒了，衣服不能穿好吗？对吧、啊？我就不爱穿啊，怎么样？对，脱掉。没有外人，脱了脱了脱了！那边有人在叫做自己，做自己，死色狼走爱，随便讲起来做自己。你想把自己照片印在 T 恤上，蛮好的啊。为什么不？有啊，我之后会就是有照片，因为前就是这阵子有那种照片风波，就是也是就是没有贴胸贴，然后的照片，但是因为回响还蛮好，所以就是有人找我把它印在衣服上面这样子。反而是反效果。照片贴，对对对，照片贴最近。
那这张会印吗？那张不会。那太居家了啦。所以这张下面是全裸在房间，比基尼拉下来，但下面没穿。比基尼拉下来，下面没穿嘛？那比基尼穿的上上身干什么？我准备要洗澡了。哎，来宣传爽不爽？比基尼只穿上半身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准备洗澡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来下一张。哇，哎呦，彩迪哦，彩迪厉害哦，彩迪的彩迪的，彩迪哦，彩迪哦。哇，哎呦，哇塞，那狗狗好可爱啊。以后好无辜哦，少用这种姿势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没有用这个。这个对人家霸什么？那时候其实我 po 那个照片，我是写练舞。就是要工作，然后练舞，然后淤青，嗯，对，然后完全没有想要任何，然后结果我竟然看到下面一堆留言，就是说是跪太久嘛。你看你现在这八都没好。我才想到说，竟然大家可以联想到这个。不是联想，就一定是的要联想。一定是。你眼睛要看哪里？我在看地上。下面的下面。对。嗯。我就只是要拍一个情境，对。可是 OK， 这个情境就是对我们来讲，这如果是脚的情境，我们会。男生呢会着重就拍脚，嗯，但是哦，对啊，什么？奶油犬就会，这有被检举吗？是没有被检举，但是有被讲得很难听。对，就是一直在着重在脚淤青，就跪太久，不然就是说什么刚结束什么事，所以拍下来。那请问刚结束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们是想什么事，可是我觉得女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哎。对，像那种女生一看先看到狗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是看到，嗯，我是看手机不错，颜色很好看哦。嗯，玫瑰金，很多鞋子啊，会伤成这样子，应该是一整天了。失恋我一整天没有。嗯。这一张也不行。这一张是被检举，为什么？这张漂亮啊，这很漂亮哎，很美哎。他检举检哪一点？邻家女孩啊，没穿内裤，没穿内裤，这样也看得出来。他又看得到，他透视。对，没穿干你屁事。而且重点是他根本看不到，而且重点是有穿的。对啊，刚刚那张人家比基尼不穿下半身都没事。对，然后他就检举我，然后这张很夸张的还有一个点是，他竟然说我脚趾红红的，脚趾红红，然后检举是红红的，他就说是不是被骗过？有这样的留言，被骗过。一第一个人这样留言，后面下面就。全部都会这样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觉得很傻眼，超傻眼。可以是西语吧？现在在学什么尝试是不是？我一般很难啊，应该用西的。在这个所有酸民的脑海之中，他们是不是想象力很丰富？对啊，非常丰富。那你会有时候看会不会会心一笑？会，对不对？也会会心一笑。就是怎么会想到那个方向？对，可是有时候会觉得太恶，太过了。我们把恶心的拿掉，嗯，有一部分其实是有趣的，对，其实蛮有趣的。那为什么这个现在800就要送给你的呢？哦，这是被盗用了。哦，这是被盗用照片。因为有照片就很多被盗用在那种宅男女帝林采缇18岁下海清凉照，现在买800送给你，持续更新中哦。这个没办法告的吗？因为其实可以，可是因为很多，一开始有想过告不完的，对，太多了，而且告也不一定找到人啊。对他们这种都是什么人头公司啊、纸上公司什么在做的、啊、？IP 在国外，哇，好像你了解，这么厉害，专业的。我看过这一张照片，我以为你也赚了不少钱啊。不是，你说这张照片才让你知道什么才是朋友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说有很多照片因为被那个盗用，然后有的盗用在什么LINE的群组啊，对，那种什么饭局，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还有写过什么非本人退费哦，我好看。对，真的，非本人退20倍，重点他把我3尾还写错。对，真是生气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他写 D 而已。好，退气气，他要澄清啊，澄清。那你被退费几次？没有啦，没有这种服务。哦、你们有被盗过像这种色情的？对啊，你有，很你一定有吧，对不对？你我比较不会看色情的网站呢。你有没有被盗？应该有吧。OK， 对，这样回答。对啊，骄傲要骄傲，应该都会被盗了，只是说你有没有发现而已。对啊。但是这个东西
网络上的东西真的是你抓不胜抓，对，没办法，没错。来下一位，杰哥啊，呀，我人生中最瘦的时候，哇塞。这是你呀！我以前瘦的时候，这是你盗版的吧？没有，你盗版说过吧？你盗谁的？我自己啦。杰哥，杰哥什么啦？杰哥，盗用。这是我大概两年前最瘦的时候，最瘦，然后我把我那时候最瘦的时候拍下来，哦，纪念就。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林志玲啊。哎、欸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我，还是我现在偷给你们看、欸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为了收视率，为了收视率。不是这张照片有被人家讲什么话吗？就是他们就说根本就是个男的自己在 DIY， 因为旁边有包卫生纸，就一直被他们想歪。对啊，你看这大腿多粗啊！哎，跟我讲。哇塞，左边这个大腿。也还好吧，就是当时很热吗？瘦，会脱成在这。其实我这时候是有穿衣服的，是有穿一件小可爱，就是那种类似比基尼。然后把它修掉。我朋友帮我修掉，我觉得哎，修掉之后变得还蛮美的嘛，我就放上去给大家。你被检举是修修图吗？修图。那个小熊王长智齿有没有肿起来？这是一个无限。对长智齿，拔牙。这个难道都没有引起？就比如说某些男生像他们写什么那种比较啊幻想的话没有吗？他们没什么幻想，他们只是说就是很像男人在 DIY。有没有人留泰文？泰文有。有吗？对不对？你看一定有人留泰文的。同胞有没有？哎。哎呦，我根本还没看到正面。我觉得我这背还蛮美的、啊，那时候39公斤很瘦哎、欸。你现在多少？39。那时候39，现在比这个时候多蛮多的。他怎么会这样？嗯，没有那么多啊，大概多个5公斤。那还好啊，因为我不高，所以其实超过40就看起来就有点肉肉的。你是不是个性比较男性化一点？我是啊，因为所有女的只有你这样做。这椅子太高还是？哎，没有啊，就习惯就腿开，还比较凉嘛。不是因为那椅子已经放最低了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最近最低了是不是？对，最低。打电动很厉害的。嗯，打电动算是业界蛮强的。女生来讲应该有前5。有在女生来讲，您的专门是？我的专门就是打电动啊，不是哪一项有？就是都有打啦，像 PS4 或是电脑。对，那玩哪一个游戏？我玩射击类的，哎呦，因为我喜欢射到爆的感觉。那你就在 DIY 没有啦，只是你不觉得就是玩射击游戏可以把人家一直射射射射射，比如说什么 Call of Duty 那种爆头，呀，非常好玩啊！最新一代在玩，最新一代的还没出吧？3呢？去年的没有2玩过了，现在要出3。你真的很像男的，我是啊，嗯。那泰国名字叫做阿布拉贝巴达，这张干嘛要剪？这张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对，因为这张其实就是有网友就是酸民就说，哎，我的鼻子一定是假的，嗯，所以于是我就是弄给他们看。是，那为什么要检举啊？我不想，因为可能是露两个洞吧，是因为这样。啊？可是一个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就鼻孔洞啊，然后就被检举说就是露两个洞。故意的吧？故意的，他们就是爱检举，不知道在检举什么啊。你们也是很经不起人家激怒哦。也对，何必理他们呢？所以这个偶尔要澄清一下。这个大家留言说，我不信你敢转正面，下一张就转转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觉得盗用的极致。像他们盗用可能就是在网络上，对不对？网络上可能就是一些宣传的 DM 或是小广告。我是直接被盗用在那个扛棒上面。是哪一个？开店的。哪一个？就是右下角那边。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是你啊！那是2年前的我。那是你。你这两年三维数怎么样？31。有哎有哎有。25。这张就知道他厉害了。呀呀呀！嗯，这两年怎么了？我这两年只是吃粉，是不是？这是他，哇，也太极限了！来宣传的啊，控制一下。他在店面门口，那应该就可以去跟他怎么样？可是我很怕，如果那个是黑道开的怎么办？他这个把我抓去里面。危险，接客怎么办？那家店是卖什么的？他就是按摩店啊，情趣按摩、美容院就对了。对呀，那所以还有网友就是说什么，哎，你是在那个南部有开一家店，他问我说，就去里面点不点得到我？对啊，你一节多少这样子？哎，一节大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是，我说人家会这样问嘛？对对对对对。这张照片被厂商注意到？有，因为这张照片呢，就是我SPA厂商，就来找我做去当那个活动的宣传跟DM。那穿这样去？
没有啦，有穿衣服去再帮我脱光啊。就在现场这样表演的是背部的。没有，现场就是躺在那边躺着转，他就是躺着然后帮你按摩，对，躺着啊，对，他就帮你按摩啊，然后拍一些照片就有钱赚。一样是躺着背趴的，对。所以当时在打什么电动？那时候在打那个 Garena 的游戏，叫做《流亡暗道》。视讯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视讯，看不见。你现在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？我现在最喜欢的哦，应该是《人中之龙》吧。哦，《人中之龙》酷，日本那个黑社会的，那个要花很长时间。对，如果说没有通告的时候，就在家打游戏啊。对，那种游戏比较恐怖一点，就是说一旦进去了，嗯。哇，你的人生大概都在那个里面，回不去了，会有点回不来。就是回到家，水喝完，衣服一脱就开始。呀，真的是。然后到晕倒为止。所以为什么那内容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黑道，黑社会养成里面游戏，做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杀人、做生意，一大堆就对了。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在里面生活一样。乔事情，乔事情，乔事情，然后来扁你。对，你要人中这种，就是你要成为日本的黑道知己。对。哦，所以它是日本的那个黑道游戏，对，一个很非常那个游戏很屌人，就像以前那个什么美国那个嘛，你拍的那个叫什么 GTA， 对，那个也是啊，一进去就好玩啊，一回家就开始快点，哇塞，扁他，先扁他，先扁个五个人再开机啊，乱酷的，你知道吗？聊开了，离题，下一个，哇哇哇塞，哇塞。哇，台湾之光啊！你是被五十只虎头蜂同时蛰的。没有，那时候只是因为是冬天，然后我的睡衣很大件，我就把我的腳你男朋友的头在里面的。没有啊，你把你的脚翘起来，然后你男朋友是爆炸头，对不对？哇塞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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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脚这样子。对，我把脚收在衣服里面。当时人家写什么？就是我就说这样还蛮保暖的，我的标题是这样，然后下面就一堆说你干嘛去隆乳啊？然後你还要有吗？对，已经多了，都需要。同时，我是为什么？这个应该有 Z 了吧 ？Z 了 ，Z 了吧？哇，好大哦 ！Zebra， 这英文数字已经不够 ，Bo Bo Mo Bo D 了。哇塞！然后下面就一堆人在讲，然后女生都会说好恶心哦，然后男生都会说哇，好像很过瘾之类。好像很过瘾是？好像很过瘾。你旁边的香槟是？哦，男朋友在喝的。某眼。红酒，衣服的图案也怪怪的。粉红香槟，香蕉吗？然后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。哎，什么？电池。这个当时很冷门。哎，你最近有喜事的？哦，要跟大家讲吗？哎呀，差不多年底要结婚了啦。恭喜！这是好事情，祝你婚姻顺利了啊！今年后悔不要找我们啊！下半年之后是这个红鸾心动的一个状况，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七月一过以后才纷纷结婚。今年红鸾心动的这个非常啊，没想到你也动了，厉害！老公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医美。哎呀，就是他躲在医美那里研究到这种境界。接下来这一张，哇塞，你那个鸡突算什么？人家这个漏点，没有，哇，真真，哇，哇塞，漏点吗？没有漏点啦，没有。那我有漏的话，这个点也太高了吧？对不对？是，阴影而已吧。是，小水泡，是在水里面，所以它那个角度的关系。对，感觉好像很高，但其实不是的。没有，这真的是漏吗？没有。是，而且他那个泡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肿肿的，泡在里面变有点灰灰的。因为泡久都会这样氧化，这是经验，懂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游泳，我一定会贴胸贴，所以这绝对不是。这胸贴掉了？没有啦。胸贴的图案是一个乳头。没有。为什么每次讨论这种，你的想法都特别狠啊？特别的精彩，而且这张照片还有上新闻。对啊，这一点这太像了，真的很像，不误会很难。对啊，所以这只是一个小水泡而已，就是从水中那个。对，哇哇哇！小水泡，你认为是什么？不是水泡。它不是水泡，这是对啊，这真的不是水泡，艺术品水泡不是。这个
那就承认了吧。这种是头类的。对啊，头啦。小水泡的头。真的很像哎，这我真的有贴胸贴啦。芋头啊，我这是在泰国啊。芋头。有没有可能就当时游着游着，嗯，推挤上去？可是我回饭店还要把它撕下来啊，应该不是吧？喂，我水是这样，水会这样啊，然后又回来，一站起来食物就这样。你看那个男生游泳没有？有酒啊，那个嘴唇本来是粉红，都会变得黑灰黑灰嘛。嗯。但是那个肤色泡久了，冷水都会变灰灰黑黑。啊？好。那这个。有被大家写什么？就是哎，你漏点了，然后是直接上新闻，我才知道。是讲漏点还是讲正点？漏正点，正点。这还上新闻呢？对啊，这也上新闻。新闻怎么讲呢？就说戏水漏点之类，我也忘了，很久了。哇塞！这次有造成一个大家去泰国的那个人潮，他还在泰国，大家就去了。漏太久是哦。那你跟网友有争执过？对啊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网友很难伺候，就是你漏了，人家说你干嘛漏，然后你不漏，他们说你怎么都不漏，真的，然后就很麻烦。然后我就写了说，我觉得网友真的很难伺候。然后就一个女生就骂我说，明明就很爱漏，然后下面骂了重点三个字，她骂我，可以消音吗？可以。她骂我破。这真的要消音啊！好消音。然后我就在下面，对，我就在他的那个，因为是网友截图给我，就是有人在骂你，然后他也没有设什么朋友可以看，我就直接过分，对啊，我就直接他啦，急他啦，对，我就直接在下面留说你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函，哦，这可以告他，对，告他，然后我就再，然后我再留一个说你一分钟之内公开跟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，那道歉，就他有没有道歉，他就先私讯，然后我说你公开道歉，就我告你。对，道歉，道歉。哦，他怎么道歉？对不起。他说这样子，也许你们工作有你们的辛苦。女孩子为什么讲话这么狠？女生就是这样，真的。女生比较狠，有一些会很眼红，真的，真的。就对你。哎，有时候我也是，偶尔也是。对对，你有封面，你有封面，做的实在太帅了。不要这样，看不起我。对，你最近有在瞧事情？我没有，因为习惯。因为跟你讲话很想拿茶，有吗？拍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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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拍嘴啊！总觉得你是，还好，我今天照片不够要。你有男朋友？有啊。几个？我只交过一个，在一起15年了。哇！该结婚了吧？看不出来你这么可口啊，是不是？吃15年，人生还蛮单纯的哦。哎，我人生很单纯，就打电动跟工作。15年有14年都在电动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。真正在讲话只有1年。没有啦，就跟男朋友在一起很久。哎，恭喜你。哎，谢谢。但我还没有要结婚啦。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还在拼事业啊。哦，还想多存点钱。对，就想要多存点钱。因为现在年轻人嘛，就是大家起薪都不高。是是。那赵先生怎么会突然要结婚呢？就。哦，怀孕对方提了，有没有没有对方提了。之前好像也没听你什么，都很低调，因为我发现高调都会死掉，高调都会死掉。哦，对，最近有很高调的，容易分手。对，高调都会分手。最近有很高调的，我看他准备死掉了。哪一谁？吴尊呢？吴尊在那个网络上昨天才交往中，对，昨天才，然后第二天就今天就播照片，播照片了，我的哦，他交女朋友，哎，哦，女朋友有牙龈吗？有啊，都有，没有啦，是吧？单身多久？快半年了。为什么当什么样子？现在喜欢什么样男生？我现在喜欢就是很专情，有肩膀。我还没走出来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哭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只是知道，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让在你的那个条件里面的男生。因为我听到他要结婚，就难过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卫生纸啊！准备纸，卫生纸。不要哭。好好好，天，好，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帮我发两个离婚的来，快，发两个离婚的纸。那如果现在陈慧明坐在旁边，会不会开心一点？他糟老头哎！我喜欢帅的。你刚刚是完全很孤独，没有说他帅。你刚刚说你婚纱拍完以后就分手了？嗯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是婚纱拍的太丑了，是渣。那为什么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一个不愉快。
那为什么？他被我抓到，他还有在外面乱来。渣男，赶快闪！渣男，好险，过分，好加的险，真的，真的。之后怎么办？你的命好，及早治疗。提早防御就对。什么时候转踢的？什么啊？转踢？这样的没有。没有。那九一一那传闻是假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什么？我传闻的，访问到这里就好。当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啊？对啊。哦，我现在，对对对对，要公布，今天要公布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是转战饶舌，然后加入了一个团体叫187，然后我们是成人饶舌团体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音乐作品。对，成人饶舌。那为什么跟911有关系啊？对，没有，他是我的那个师兄，他们九一是师兄啊，你是师妹。那187是什么意思？187就是我们团体的名字。对，我意思为什么取个187呢？187在国外就是一个谋杀的什么条款。对对对，有一个电影嘛，什么187。Samuel Jackson 演的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他这些事情都跟你讲过。就是那个没有，那个是好像是杀老师还是杀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是。187条款是一个杀老师嘛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应该取999更厉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999在美国警方的代号就是远警。被打到，真假？所以你只要发999，所有警察全部都动起来。Office down， 你们要吐了吧？只是想大家吐。那彩婷现在的感情 OK 了？哦哟，正常啊，正常，没有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可以代号99，正常啊，膝盖没有伤啦，当然正常啦。现在对不对？换姿势了，人家男生在伺候着的。啊，是。下一次就看那男的拍一张这个照片，这边膝盖单脚了，单脚。男生膝盖没有伤。南洋再宣传一下那个，那个棒球演唱会啊。美气，好 ，OK， 11月5号，灭火器 On Fire Day 棒球场万人演唱会，在桃园国际棒球场，9月112点开始售票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OK， 因为早买到票就可以早买到好的位置。对，不然很多人呢早不买，那到时候买不到票在那边骂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早点去买，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落跑的。那个今天各位的照片非常精彩，对，那希望我们举办第二届的时候有更精彩的照片让大家来误会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祝福你们所有人那个感情顺顺利利的，对，尤其是那个我们当初的赵云哈，现在赵君妍，对，祝你啊早生贵子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大家帮忙，谢谢。